史黛西的补充说明：史黛西的指导灵说，凯撒琳和鲍勃的出生前计划会议虽然不在同一个房间里，却是同时进行的。在计划形成的过程中，他们的能量能够随时进出彼此的讨论会议，因此部分关于凯撒琳生病的讨论是在他的出生前计划会议中进行的，与鲍勃没有直接的关系。 而在补充说明的通灵过程中，史黛西听见了以下这段在凯撒琳计划会议中所进行的对话：凯撒琳，这件事的核心是我需要更重大的经历来让我的意识更清明，让我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。我看见你在前世里领会到自己内心成长的经过。 在与你一起生活的几次前世里，特别是过去三十年，我努力想要跟上你成长的脚步，与你齐头并进。鲍勃，我会做你的安全网，在你寻找自己的过程中，陪在你身边，保护、看顾你。这会让我更相信自己，也更相信我为这事及后代显塑出的人格。 我知道我会影响到许多人。我们一起携手的人生将教育我如何去帮助并指导他人。你曾在多次前世支持过我，你允许我主导前世，也允许我去做一切我认为必须做的事。我好多次都是因为你才能去帮助他人。 但你始终默默在背后这么做。我现在知道，也了解了你在过去所隐藏的愤怒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把提供给彼此最好的部分都呈现出来吧。在接下来的这事，我会被你拒绝，我会觉得你错待了我，觉得受到忽视。但是我也会感应到待在你身边的目的和原因。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，我们在过去共享的爱能让我与你相互连接。我相信内心会有抗拒，因为我不想失去自由。但是这次我承受得住。我了解你在过去为我放弃了太多，而在你计划的这事里，我会用照顾来回报你。这么做其实也是照顾我自己。 我问史黛西能否回到鲍勃的出生前计划会议，再多听一些内容，让我们更了解他的目的和动机。史黛西说：“指导灵让我看到一段前世的画面，当时的鲍勃是博学的导师和疗愈者，他的第一世是罗马时代希腊的医生。鲍勃清楚知道自己与许多人有交集。” 而他从自身灵魂感受到的温暖与慷慨是如此丰盛充实，那是他最有同理心的一事。鲍勃决定要加深自己这方面的体验，便展开了这事的挑战，要进一步培养同理心，真正看见他人真实的样貌，而不去评断那人可以或应该要做什么。 鲍勃了解，如此的觉知和接受，能让他更享受以同理心为他人服务，也能为他带来同样喜悦的其他经历，拥有更高的智慧，并对生命带来更大的影响。鲍勃持续选择在他的生命中做一位博学的男性，而他许多事也都是男性。 鲍勃的灵魂提高了他的觉知，好让为他人服务的经历更增加他内在的喜悦。他愿意为凯瑟琳做出重大的奉献，不过要如何不用操控的方式来处理情绪问题，仍是他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因此，凯瑟琳也成为他最大的挑战。 接下来，我看到鲍勃在跟一个决定要当他父亲的人说话。鲍勃教导我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，带我回归到自己的中心，提醒我是谁。你一直都能看见真正的我，兄弟。这一次，我需要你当我的父亲。我需要透过你，在我年轻时就学习知道自己是谁。 我需要你让我更坚定、更了解我此生的目的，所以我会继续，即便每一步都是我所能面对到最困难的状况。父亲，你为什么要追寻这样的经历？鲍勃，这是加深自我决心、内在智慧及力量必经的一条道路。能够去爱是最棒的礼物。 我现在知道了，过去的我不可能有这份理解。我想要对我认识的人，还有曾在前世中帮过我的人，尤其是凯瑟琳，展现出这份认知。你若愿意当我父亲，可以让我投胎在能快速发展出信任的频率中，让我能够信任家人还有自己。 这对我要做的事来说非常重要。我这是最大的目的，就是为他人贡献更好的服务。我内心感受到无比的喜悦和谦卑，但我已经忘了谦卑是什么感觉了。我一定要提醒自己这个部分，这样一来，我才能够更接近真正的我。 凯撒琳可以协助我发挥服务他人的最佳能力，也可以让我保持在更能够体谅他人、更有觉知，也更能成长的状态中。这事结束之后，相信我很快就会再回来，因为这样的经历带来的知识与理解，会让我更想回到世间，用我的体悟来帮助其他人疗愈。 指导灵告诉我，史黛西补充道：“鲍勃已经很久不以疗愈者和指导人的身份去服务他人了。”然后，史黛西的说话方式突然改变了。现在，指导灵直接透过他说话。之前有次前世，史黛西的指导灵说。 这个本体创造出一个受到各种阻碍人格，结果他向下沉沦，完全看不见自己的真正本质，也没办法透过服务他人的需求感受到喜悦和觉知。这个人格变得凶恶、残暴、厚颜无耻，令人厌恶，而且终其一生都维持着这样的态度。 这对旁人带有毁灭性的影响，对他自己也是。这个人格死在一场由他挑起的枪战之中。从那一世开始，这个本体就退缩了。他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真心为他人服务的能力。他很害怕自己会走错路，也很害怕投胎转世失去与自己的连接。也因此，他傲慢、自视甚高，没有灵魂。 因为这个人格早已忘了灵魂的存在，这对他造成了极大极深的影响。但透过投胎转世，他得以表达出真正的热情和同理心。凯撒琳的存在是最后一道关卡。 用另一种形式来展现无条件的爱。听完史黛西和指导灵提供的资讯后，我心里有不少疑问：为什么鲍勃和凯撒林不规划一个较不极端的状况呢？因为鲍勃和凯撒林知道，他们没办法满足于那样的状况。他们都是热情满满的人。 也把这样热烈的情感给了他们的人格，他们没办法接受半吊子的状况。我又问道：“为什么凯撒琳的健康会在鲍勃退休一个月后突然恶化？”鲍勃想在那时退休，是因为有一部分的他知道，接下来他的人生会全部用来面对这件事。 史黛西回答：“这是计划好的阶段转换，他是跟着指引在行动，只不过他并未意识到这点。”这时，史黛西的指导灵又再次透过他说话：“这个本体知道，凯撒琳在过去多次的前世中，一直是个非常热情而善体人意的智慧化身。” 所以，他绝不会在鲍勃准备好之前，就让他承受这样极端而戏剧性的变化。”指导灵说道。而对凯撒林来说，鲍勃的退休就像是被打开的开关，促使他神经回路中的能量开始运行，逐渐朝向之前谈论的这个状况发展。一切已经被计划好，这将是个戏剧化。 突如其来逆转现状的事件，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，鲍勃和凯撒琳都希望他们的肉体拥有戏剧化的个性表现。第二，这样的安排能够开启那条通道，那份能量的连接，好让他们对眼前的挑战产生立即的共鸣。但同时，不会意识到，也不会发现这个计划。 这么一来，鲍勃就可以照顾他，并且活在当下，也为当下而活。其他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发生。鲍勃和凯瑟琳拥有的大智慧也不会干涉或阻挡，而是让事情自行往下开展。请你对目前身为照护者，并且正感到压力沉重、怨恨。 或愤怒的人说些话吧。只要从心出发，一切就无关紧要了。知道灵如是说道：“责怪、挫折和愤怒，这些冲动的回应都是很孩子气的，都不是你内心真正的感受。既然所有的投胎转世都带有崇高的目的，为的都是要学习放下恐惧，并能无条件的去爱。” 我们想要提醒所有照护者，你们每人都拥有足够的爱来做这件事。假想你自己处在同样的状况中，当你认出了你在照顾的那个人是谁，那么当下自我满足的需要就会消散，你会明白自己与这个你正在照顾、保护及喂养的人之间的连接。 当你终于明白，也了解到我们所有人皆为一体时，你就会开启本质中富有同情心的一面。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也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。请你们这些照护者将心比心，去感受身体失去功能的病人感觉到的无力、无助和挫折。 这是另一个学习用各种形式来展现无条件的爱的机会。请所有照护者放下小我和恐惧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都转往自己的内心，寻求那颗充满爱与同理的心。那么，对那些正在接受他人照护， 并且为自己造成他人负担而感到愧疚的病人呢？对自己温柔一些。尽管你可能无法理解，你行动上的不便其实为他人带来了极大的贡献。你的状况中同时存在着和谐，就像是借由一个音阶连接起你们所有人，所有人。 指的是你和那些照顾你的人，他们每一个都因此获得机会来展现爱，或是来弥补、矫正自己在其他前世中自觉做的不够好或做错了的事。要知道，你需要做的只有宽恕、原谅自己，如此你才能够接受自己的状况，从中学习并获得。 这么一来，照顾你的人也能从中获得他们需要的一切。不要怀疑，你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给照顾你的人，而这是一个没有其他作为可以企及的贡献。用足够的爱来爱你自己，用一颗平和和慈善的心接受自己的状况。 你们之中有些人怀抱着错误的想法，以为只有所谓对家庭或社会有用的人才有资格活在人间。这样想的人需要学习的是，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权利，也都有资格活在肉体之中。没有谁比谁更有资格活着。我们，你们。 大家都可以选择是否要拥有肉体的生命。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做决定，所以没有人能够评断我们是否要活在肉身或人世间的权利。好好利用你的时间，来更深入的了解并接受你的人类同伴。试着去看见那条撑起所有人的线。 宠物。我第一次遇见马西亚是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讲中，当时他问我，猫咪在我们生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。我的回答是，猫咪是我们的老师，他教导我们，单纯从存在本身即可获得满足，而无需刻意去追求什么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和马西亚透过电子邮件变得熟忍 这位小姐形容自己是个中年人，身高约一百三十七公分。身为通灵者及演员，她一派泰然自若，充满自信且魅力十足。她的灵能之一就是和宠物沟通。我讶异于她的深度、智慧、幽默、力量和敞开。他的心是如此开放。 因此，很容易在谈到他的宠物时泪眼汪汪。之后我才明白，原来宠物在他的人生中如此重要。我开始猜想，他们在他的灵性成长中是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此外，我很确定马西亚计划了自己的矮小症。于是我自问，在他过去和现在的生命中，他的矮小症和动物之间是否存在着连接？ 那些宠物教我的事，玛西亚的故事。玛西亚身材娇小，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我很好奇。我的绰号叫小矮人，他笑着说。而且我从不曾获选参加任何比赛，因为他们都说他个子太小了，他做不到了。我会从学校一路哭着回家。 我开始每天祈祷，希望老天能给我幽默感，这样一来，大家就会跟我一起笑，而不是笑我。所以，我开始学习戏剧和演讲，而且这方面我真的做得比其他人都好。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和天赋，我一直都能够在各种事物中发掘出好笑的点。 我问玛西亚年轻时的约会经验。我有一些男性朋友，但是约会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他解释道：“我知道自己选择要用这一生来让自己明白，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。我会知道这点，是因为我曾经非常害怕孤单。我母亲过世时，我认为我根本不可能办到。” 要不是有我的猫咪雪花，我不认为我撑得过去。聊聊你的宠物吧，你养过哪些动物？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？我有一次濒死经验，在我穿过隧道朝光走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了他们，那景象简直就像是诺亚方舟。 看到他们让我非常高兴。我养的第一只宠物是贵宾和柯卡混种的小狗，名字叫做灰灰。灰灰是来教导我如何爱自己的，因为它是如此忠实、有爱。我从玛西亚的声音中听出了他对灰灰的钟爱。灰灰看起来就灰扑扑的。 它的毛是白色的，但全毛尾端却带着点红棕色。它有一双充满灵性的棕色大眼。当我被其他小孩嘲弄之后，会回家抱着灰灰，把那些小孩对我说的刻薄话全都告诉他。玛西亚又哭了起来。他会靠在我身边，舔舔我的下巴。我想，如果灰灰都能这么爱我，我也一定要爱自己。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，始终陪在我身旁。当我没办法和其他人说话时，我可以跟他说话。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能够与动物沟通，因为我听到灰灰回应我的话，他告诉我：“没关系，对我来说你是完美的。”从那时起，玛西亚就开始与动物谈话。 有时候他会听到话语，有时候他的宠物会让他在脑子里看到画面。玛西亚说：“动物其实很爱跟我们说话，而且很勇于表达感受。如果他们在生我的气，就会用背对着我。”他说：“动物真的会转过身去背对主人。” 我请玛西亚谈谈童年时期对他有过影响的其他宠物。我的巴洛米诺马奇塔，它大概有一百六十公分高，算是一只很高大的马。他很高兴地说：“我想要一只大马，这样我就可以学习无畏无惧。”而它非常温柔和善。我会找个垫脚的东西让我爬高。 跳到他背上，捉住他的鬃毛，让他奔跑。每当在学校过完很不开心的一天，我都会跑去找他。他会用天鹅绒般光滑的鼻子磨蹭我的头。我听到他说：“他们说什么都不重要，看看我们一起可以做些什么。”上来，我们出发。我会骑上他。 感受风驰骋而过的感受。这时候，我妈会叫：“你会摔断脖子。”但我和齐塔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们是灵魂伴侣。他教会我如何不恐惧。但我去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卖掉他。这是我人生中最心碎的一天，看着他被车载走。 就在他进入拖车要离开之际，他转过身看着我，然后说：“别难过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会过得很好，而且我会永远爱你。”这时，马西亚开始啜泣，而我也热泪盈眶。那是我该展翅飞翔的时刻。他知道他已经帮助我做到了。他真是个令人惊欢的灵魂。 这真是个美丽的故事，我说。还有其他宠物吗？在我青少年时期，有一只小鸡来到我们家，它的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都被狐狸杀死了，只有它侥幸存活。它的嘴是歪的，没办法和其他鸡一起吃饭，因为他们会把它推到一边，所以它变成我的好兄弟。 我会用手抓一把米，他会直接就着我的手吃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把他取名叫做歪嘴。马西亚回答。我忍不住大笑。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同理心，以及跟其他人不同并没有关系。你不需要因此而颓丧，歪嘴就没有。 他的缺陷对他来说就从不是问题，他觉得自己非常特别。几年后，就在马西亚大学毕业前，他带了一只边界犬和贵宾狗混种的小狗回家。这只小狗最后和他姐姐的边界犬生了一窝小狗，其中一只就是布鲁托。 马西亚形容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，而在马西亚接下来的十六年中，布鲁托都与他相伴。我看着他出生，他回忆着，那时他黑漆漆的，不过之后他的毛变白，带着一层珍珠灰的光泽。他并不好看。 事实上，他看起来很像《星际大战》里的尤达。马西亚和我都笑了。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矮小的智者。他有一副大耳朵，经常上上下下动着。他在听人说话时，你会发现到他的表情变得不一样。他的体重从来没有超过五公斤，但他是来保护我的。 有时候我会想，天啊，如果我不是要照顾这只狗，我就可以去做很多事了。这时他会说：“没问题，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就去做。”当然，我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我是不会丢下他不管的。我在当时那个不负责任的年纪，对他负起了责任。他教会我什么是责任感。 他时常跟我说话，教我聆听，也教我什么是无条件的爱。他自己就无条件的爱着我，完完全全，无论我做了什么。当时的我其实有点自私。他教会我，这不是处理事情最好的方式。他教我要为人类和动物付出。马西亚的母亲生病后，搬来跟马西亚住了好几年。 他每天都知道马西亚何时要下班回家，因为布鲁托会跑到门边站着，拼命摇尾巴。而且他不是在主人的车开上车道时才这么做，而是在他下了高速公路交流道后就这么做了。交流道离他们家足足有八公里远，他感应得到他的能量。到了他十五岁时。 玛西亚继续说道：“肺部开始有毛病，眼睛也看不到了，还得了癌症。有好几次，其实他都可以回到天国去，让自己不要这么痛苦。但是他一直等，直到他认为我能够面对他的离去。最后有一天，他快喘不过气了，我带着他去兽医那儿，兽医说。” 我想他已经差不多了。布鲁托看着我说道：“妈咪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我会等到你准备好了才离开。”于是我又带他回家，但是他还是一直喘不过气来，所以我带他回兽医院，让他安乐死。过程中，他一直紧紧窝在我身上，他对我说。 永远记得我有多爱你，只要你想，我就会回到你身边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就回来了。我可以感觉到他在我的床边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又变得很健康了，我很快乐。”马西亚因为布鲁托的死而心碎，他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养任何宠物了。但是没多久，一只野猫。 在他朋友家的屋顶上生了一窝小猫，其中一只从屋檐上掉下来，跌进了垃圾桶。马西亚的朋友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只可怜兮兮、喵喵叫着的幼猫。很快的，马西亚就又多了个新伴侣了。它是一只白色暹罗猫。 有花纹的地方是橘红色的毛，还有一对大大的蓝眼睛。马西亚回忆着，这只暹罗猫第一次看到马西亚时，它对着我嘶叫，而我听到它的意思是：“你怎么那么晚才来？”我立刻深深爱上它。马西亚将它取名为“雪花”，小名是“小雪”。 结果，雪花成为马西亚母亲称职的照护者。有一天，他母亲和雪花一起在沙发上休息。马西亚经过时，听见雪花说：“我真是个好护士，对吧？我不但拥有所有技巧，还穿了一身白衣。”当马西亚的母亲回归天国时，他看到母亲的身上散发出小小的光点，而他知道雪花也看见了。 接着，雪花走到玛西亚身边，对她说：“我在他身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得照顾你。”这正是他之后所做的事。雪花和玛西亚的另一只猫咪闪闪感情非常好。闪闪过世的时候，玛西亚的朋友预言将会有一只黑猫来到玛西亚家，成为雪花的同伴。 当然，几星期之后，一只体型硕大的黑猫真的就出现在玛西亚家门前。“Hello，你好吗？”玛西亚问候这只猫咪。“你的模样还真是滑稽呀、啊。”“我喜欢这个名字。”这只奇怪的猫如是回答。从此，它就被叫做滑稽了。 华记开始固定拜访马西亚和雪花。马西亚很快就发现，其实它是隔壁邻居养的猫。有天，邻居到马西亚家来找华记，呼唤着自己帮他取的名字“小潮”。华记看着马西亚说：“这是不是你听过最蠢的名字？”之后，华记还是继续到马西亚家拜访，直到邻居把它送给马西亚。 我想，他还是要选择跟你在一起。邻居很有气度的说：“华记非常崇拜雪花。”马西亚说：“完全就是不求回报的爱。”华记会跟在雪花后面，可是雪花会转身赏他一记猫拳。马西亚告诉我，雪花死后，华记会把头探进各种家具底下寻找他。 我会站起来跟他说：“华记，雪花不在那下面。”他会说：“他一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。”我明白，他是在跟我一起思念雪花。马西亚还补充说：“华记很固执，很有主见，每件事都要按照他的意思才行。”我也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但我收敛了很多。”他吐露。 但是华记说：“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你得让人知道才行，要让人知道。”所以，我还在学习。华记清楚让人知道，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去看兽医，因为他的体重有十公斤，而马西亚只有四十公斤，所以要把他带去兽医那儿，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他会先把滑稽放进猫笼，用滑梯把猫笼滑到门厅，再滑下门前的楼梯，接着再滑进玩具推车里。然后他会推着推车到他的车子旁，再把猫笼滑进车里。这个景象实在太好笑，马西亚的朋友都说想拍下来。就在雪花死后一个月。 马西亚带了一只新宠物回家，它是一只灰色暹罗猫，名叫威力。马西亚形容滑稽和威力是一见成仇，不过之后就变成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威力有时候会把家里的东西弄坏，然后看着马西亚说：“即使如此，我还是爱你。”他知道他是来教他耐心的。